冰上迪士尼推出了新剧码《公主与英雄》，创下好评之后，亚洲巡回来到了菲律宾站，透过镜头就带您来看看这偶像的魅力到底有多大。每位小小公主都像是从童话故事里头走出来的一样，这可不是一般的化妆舞会，小朋友们这么盛装打扮，全都是为了来看冰上迪士尼的《公主与英雄》。 Do you like the Snow White? Yes. Why?Because she's beautiful. Cinderella. For me, she's the most beautiful. So I try to make her like Cinderella too. My costume is pink because I like it. 奇妙仙子、魔法棒一挥，一个个精彩的童话故事就在台上展开。幸运的小朋友甚至还有机会坐上船跟偶像们同台演出，每个小朋友都聚精会神，眼睛一点也舍不得眨。八位公主与英雄在冰上双双起舞，台下的小公主跟小英雄们也开启了想象的大门，原来卡通里的偶像真的能够真正的出现在眼前。中天新闻洪淑美、陈建雄菲律宾报道。